家庭今天更新的东西的，来冬季的，帮我放远好了。天哪，这个时候真的是红到家哎！我们先放远。哦，然后你看，天哪，这个手游真的是。你觉得爱上啊，太圣诞节了啦。天哪。当然啦、啊、我们要赶快赶进度才行。那个满等的玩家可以去敲。我们先组进度呗。诶、欸、他有通勤键吗？稳着了呗。啊我还嘞。不管两个先落去就好啊，差死！升级平房，礼拜条过呢？啦，哎，礼拜条爱绳子呢？我芙蓉世界，等好几个世界，时光球是啥物件？输掉是什么物件？我估没得开。啊，那我们就直接砍木就好了。等我接，接吗？那其实他其实帮我们找。哈？我要去哪里找火啊？我说你要先把蛋蛋做出来，是不是？啥个？诶，啊，不是在做了吗？我操！哦，放在餐桌上的碟，这样先给火妹做处理。这就是先做会当处理的物件，爱得处理，然后你这就会当先种。迄个商店偌济？